我是小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科学小实验，让我们一起来开始吧。我们需要一张纸，跟一盆水，跟一杯子水，跟三个牙签。让我们一起来开始吧。现在有请我们的助手妈妈。好的，宝贝，你看这是一杯水，是不是？如果妈妈把它给抓起来倒过来，你说这水会不会洒呢？会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做一个小实验，看看这个水到底会不会洒呢？首先呢，我们准备一张纸，我们在这个水盆里把它给浸湿，这下铺到这个杯子上头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给它翻过来，洒出来了没有？没有，是不是？能扎一根牙签。来，妈妈帮他扎一根牙签试一下。牙签进去了，水还没有洒出来，牙签漂浮上来了，快看！哦，哇，实验成功！哦、实验成功，耶、！这是什么原理呢？是水跟牙签跟纸的原理。我已经知道秘密了。是，让爸爸来告诉你这是什么原理啊？是大自然的魔法。是大自然的气压。哇，好美啊，一滴都不滴。好了，今天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请多多收看，点赞关注哦，拜拜。拜拜。